典的艺术家，经典的作品，经典的电视呈现。欢迎您收看七彩戏剧频道为您呈现的经典回眸栏目，我是张芳。说到沪剧啊，其实在我们长江三角洲一带受到很多老百姓的喜爱。在它经历了长期的艺术实践和广采博取之后，也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曲调和独特的风格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让我们一同来欣赏1987年的一气呵成沪剧父子版荟萃节目，让我们一同领略父子版这种沪剧中独特版式的魅力吧。来参加今天晚会的都是沪剧界一些擅长演唱父子版的演员，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位是著名沪剧演员王盘生，这位是著名沪剧演员石小英，这位是沪剧中年演员吴素秋，这位是长宁沪剧团的青年新秀吴美颖，这位是杨菲菲、汪秀英、许国华、沈仁伟、陈瑜。黄永生，你今天怎么来了？我们今天都是沪剧演员。我晓得，小陈同志啊，侬不晓得，我年纪轻的辰光不是搞上海说唱，我是正宗唱沪剧的。哦，你也是唱沪剧的？哎，在上海工人文化宫沪剧团，我唱沪剧的。哦哦。后来嘛，我把沪剧又招到去当招女婿。哎，真的真的真的女婿啊。这个群艺演员说起来真真假假，搞不清楚到底。哎，那么王老师，你真的晓得吗？不知道，我就我告诉你，好吧？王医生弄这个爱人呢，叫沈伟军，是吴家有一头的演员，所以王医生弄这呢，成了吴家有的唯一的货真价实的东厂家客，哎，对吧？啊，那是真的，听到吗？王盘生同志，您是沪剧界的老前辈了，也可以说吧，您的成名跟父子版就有很大的关系啊。记得那个时候演唱的那个《碧落黄泉》《至朝独兴》啊，在观众当中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在今天那个父子版荟萃的晚会上，您是不是先给大家谈谈父子版的特点？可以。肯定的。沪剧父子版呢，拿地方集中来讲起来，沪剧是一种特有的白色，因为伊呢速度快。节奏紧，旋律方面呢是平稳，叙事性比较强。一般来讲呢，开始呢从中速过渡到快速，一直到极快。我以杭州来讲起来呢，属于三抽头，三抽头。所以要求这个演员唱父子版呢，就要有足够的中气。要求来讲呢，字眼要准，并且呢音要清，句句要送到这个观众耳朵里去，词要唱得清楚。我就讲起来有几个要求吧，几个字的要求，就是说快而不乱，急而不抽，要一气呵成。要做到这点好像还很不容易啊。刚刚讲了，这个父子辈的特点呢是叙事性强，因此呢，在那这个唱腔当中呢，唱词的用量特别的大，所以一般来讲起来呢有七八十句，多个呢一百多句，甚至于两百句、三百句。那么多。现在是不是可能？我就请。吴家有个中医院吴素秋同志来唱一段父子版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他唱什么？杨树荫高唱。好。今朝我唱这个杨树荫高唱的父子版呢，是杨乃武《小白菜》戏当中的一只。过去呢，由我们吴家家的著名演员石小英老师唱的。那么今朝我来唱的前头呢，想请石老师跟我们大家谈谈，好吧，石老师？对呢，就像我们上海电视台大舞台为了振兴沪剧，组织了搿能一台沪剧父子版的专场演出，是发扬流派。我是很高兴的，作为一个沪剧的老演员，我是衷心祝贺。谢谢你了，谢小英老师。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吴素秋为大家演唱《杨树荫告状》。Thank you.
名三日杨若云，父母双亲早过世，留下弟弟两个人，同胞兄弟两妹夫，只是他里有份。那年皇上开大考，弟弟登上九宫里，两家阻拦就抵得，得中举名出门的，已经穷鬼多欢喜，把家团圆他来拼，谁知落尽身悲惨，杀身大不从天家里。有位房客个小徒，在头地里做永生，花针纱雨真欢喜，请我弟弟去看病。一家中有这个心，是真吉祥来找你。离看两只毛病好，弟弟扶上去慰问。忽然小徒身亡故，在胸膛头责问起，太官想你与我有，不如身亡无疑问。弟弟他走回家去，预备离呀定亲人，可恨太官刘希同，公报私仇起狠心。当官里大家厉害，谁个功名和同文大大不胜，送花厅一次空荡用三银，却打成招口供应，谋夫的不定人命，我就高大之父以为欲望好生气，他的富贵必报义，他与子女有家人，因此不必得了会，一样葫芦有感情，我敢打走空家去，一封公一串斗本，当今万岁下圣旨，王明兵我杨长兵，会同万代与你来，三大会审理案情，杨氏闻听心中喜，以为弟弟性命有保证，我又再推小不退，求他再供不少人。对比如此三大喜，官官相护不竞争。飞鹰靠上不飞时，立凭我弟弟口供应。莫不头犯了儿童节，莫名人飞鹰，激动求护杨氏上，加了弟弟定亲人。一旦发生多差有的怕清仓到屋里，手机下来无端来朝天，人民心上恨。看到张人来起来，李氏女官听话明，再将女官来看啊，再要犯案不可能。集团二三众生日，带我兄弟黄不平，帮助苦命高和尚，公安局上李天明，希望再老对兄弟披荆斩棘立下定，路上蹂躏千般苦难都不能定心。做生王是滚金杯，求我兄弟出人命，杨氏继续争名，我在其他人要看定心，高一兵功里功劳太大。父子版的演唱上，原来徐汇沪剧团的著名演员汪秀英是很有独创性的，下面我们就请汪秀英为大家演唱。小龙公子，第一代的观众们，我有漫长一段时间呢没来影台上和大家见面，那么这个一次呢是我们第一代呢为了沪剧做了可能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沪剧父子班的会串，公瑾不是重名吗？我也来唱一段父子班，唱一段就是《诗龙梅》一只谈判。谈判应该讲道理，为何有理是你不依？我们忍耐到现在，你们还要信不信？不管又是阴谋多，那王英不发用灵机，答应了钱谁抵拉？不发工资苦日子，逼得我你穷工人，再也无法活下去。因此你们能够来上共度梦，同胞来接济，可恨你们心毒辣，浪费为结案通气。雇佣流氓来捣乱，大量的公卡发出去，
想出你的秋地心，还想我当时吹风里又有那孙人安，那位将你工人帮得起，工人为了要我们才能够熬着痛苦卡难里，谁知你们更阴气，杀人不破血腥气，又想流氓与你偷偷偷拿不来厂里，马从下来新工人，那自己不下杀人机，像人义工人来上狗在那枪台底下削药的，我们工人那是命，要是你不答应，十四银楼不闹嘛，人民在那身上，弟弟到手里来，才能到死的道理。工人在那做农活，我有选择那不得去，去找老娘来嘛，你工人来我们工地，吃不饱是吃不完，哪像工人打木匠，这是打木匠人上，打一人去两根线。工人一点无法上，把那随便开个头生意。这样有天日的头，气闷了想调几杯，我们要求不苛刻，自己调几多啊你。谁知在举报以来，你们还是不同意，私下走走出去吵，早就不是老龙气。虽然外甥给来表，你们越来越卑鄙，毕竟举报十里铺，市民都有一口气。工人万事活不落，少些也是一样事。那要动我的路，或是人品到底，那想厂里走开工。自己那回到东阳去。近几年来，学唱汪派父子版的演员呢有好几个。上海沪剧院三团的陈怡，在《笨把剪刀》中的法场控诉就运用了滚板，而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。下面我们就请陈怡为大家演唱这一段。还是为欺负老爷子狐狸，家家子不能动听我，花言巧语骗大的，谁知他们早也骗你打动听我，人情哪有容易？爷爷呀，逼我振作心，他往强硬地里将我去，我也是笼中之鸟，忙中鱼，有本事大步，我最不用耐心。直到几句有变化，只见他在幕府有定义，谁知他在门海子里是家，邻居见了便我去，出门的进来那叫两位妹在娘家，早有知名一游戏，他与病人相爷看在眼里，是我弟弟亲爱妻。要先打胎打不成，打得好生命不老家去，正所谓不是冤家不报仇，日一年我弟弟问我一事体，一来向我闹一场，二来是妈妈我听见的，高亲要打着两位妹，他恐怕心情把路的争夺去，可问再上来一眼我就是浑身如渴呀没本领，因为老爷为了抢我，这次也是个老兵兵，他们上下立心将我赶，我只得恨人里外恶里，拿着背心里到家，我终于有在月时，有一天我弟弟偷偷去找他，他背目无情，我把风吹不成气，问这位有的是大老爷，将穷人终身大儿媳，我不出娘门走云后，就没见穷人面，一里不出门一步喝呀，引我把头低，城门做中下一座难雕哎，这是一步比定一步去，我的宝贝听不了被我弟弟抱了去，母亲这次痛彻心，东朝西朝把我逼，满眼和暗无光亮，走投无路我家人去，西凉的自由逢生，女人家境有容几体，大我大地家那么多，苦吃苦啊，十八年十八年的女我得志，看来心不满足，
就是一把怒风，当日有天来家里，请我少爷在我好定，要逼他做女婿。真上家有句是我想要报仇无期，我是大姑娘，是个身上女，不是好话在别急。这真是一时的太阳一火，大三三也对话不讲理，气得新郎不心房，我好一三句拜拜去。有那对方领军，我是为用上兵本意，就想进来那地少爷，我是问来非对不起，想不到少爷平平地在跟他就是，只说老爷听啥女子。如果鸟里早进大你一个人和大老兵你就先听上我里我里我里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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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当年的沪剧父子版荟萃晚会上，还出现过一幕非常有趣的场景。当时作为说唱表演艺术家也是沪剧爱好者的黄永生老师上台，与沪剧王派创始人王盘生老师套起了近乎。随后他还自告奋勇地要求参与表演，并成功地挑战了一回王盘生老师的经典唱段《碧落黄泉》，志超读信。在今天的晚会上，您是不是给大家也读一读这封信呢？当然可以了，先生同志。那么今朝志超读信，我来读好吧？啊不不，今天观众我相信要听的是王盘生，而不是黄永生。哎，不要紧的，王盘生、黄永生太不恩爱眼，那是阿拉两家头亲兄弟。怎么搞的蓝黄永生，你在沪剧界有那么多亲戚，又抬个亲兄弟是不是这样？原来你搞的了，一也姓草头王，本来也姓草头王，是吧？听听一个，哎，清爽吧，我为保门好为出来的。那你就说说看。那解放前头，那个王老师为了学戏的辰光，有个编导呢，写节目单的辰光，那个草头王写错写三不王，那么广告一做出去呢，叫要改嘛不好改，将错就错，后来一直就三不王三不王。对对对，不过阿拉亲兄弟嘛，是大姓的。哎，小陈同志，那么今朝志超读信我来唱，好吧？我看是王盘生唱吧。不是你，你好了，等吧，我来做个老娘舅，那两嘛也不要争了。这个志超读信呢，就让王永生同志来唱。那么盘生老师呢，因为父子辈比较多。这个黄浦怒涛当中写意思呢，就请王盘生老师来唱，好吧？这个年龄好吧？好吧。就是来读，朝暮相求又是你，感谢侬常来指教我，至少侬对我走知己，至少我唯一希望只有侬，你与侬永远在一起。现在我回想以往事，以往事好像是了眼里人。啊，记得那个狂风暴雨啊，受了风后我病到了宿舍里，幸亏侬细心来照顾我，时刻相伴了我身边，天天十里只有侬，各种情深意重我难忘记，不久我病体里一直想是我来报答侬的好心意，我遇见一切来交付侬，只要侬对我有情，我曾经对我安慰过，侬说爱我始终爱到底，海枯石烂心不灭，必要人得同甘甜，从此离去，弃我花人若离不分，
我认为我是神话过一辈子，谁知好景不要回头，莫珍惜。夜间满遍了你，过日本是为故乡去。我人生莫匆忙离开我，千万女无从去。我只记得侬临走对我说，侬说一到上海是亲戚。家长面前讲明白，我也没说个来成婚。那日起嘛发来六十弄，一直人家心碎嘛土里。一路人风两弄好，平安无事到我里。走在下个几个月，为啥一封的事情都不客气？所以我回京弄晓得，嫂嫂侬我看不起。儿子在里等着侬，希望侬就出我这个一个火坑里。望我苗族无消息，现在我再也等不及。女人的命运已经到，大概我不有各种好福气。上司沉重的抑郁内，今日里没到此地。我的细心告诉我，有时听起很欢喜。恨我身上像毛病虫，不能够到上海来打东西。我晓得自嘲的多情种，始终不会得不尽。一定有啥困难，我不必要上个边去。工作那把手动到老，慢慢家人的好夫妻。亲朋必有来骂寂寞，原来我把酒来人世就要死。也许我接到题目事情时，有时已经闻怪离恨的。这字字句句的心碎话，比万步高到此心底。我那次离婚来就，若是那杭州将要死，山盟海誓我亲口许。今家的婚事我非女意，我宁可背上这份孝义，不能让女儿恩师自问良心对不起，自嘲不能口里。到如今，再
不能报答你们养恩，白龙怕财报江海，这不把你的臣夫楼杀人，从今后这人与家庭成永平，可是我帮你问了这家人，我一直真的家庭很不易，才能为了替代一个家庭生人，为我你们疼老母伤心，他们为的儿报恩啊。阿姨，我很感激侬，你为我人间难受顶了苦，为了我生女长出一灵性，虽然不为老祖的牛头，一点奔走欢喜了人们的人心，不知有多少人为了生你而死亡，为等你千里就在国家分，分分都可能我也是，可是我没有许多才有生，你自己身体是包容，你们的家庭多少人，对你的生命更人力，你也是可以去名叫白云，白云的你听白子来叫道，告诉他白龙他就是他杀不的大的人，你明白清楚莫白说，这里是他要求的，不是中风的文化，在营地不高里楼上用地里开的，可他王英大吉大利。娘舅娘舅，哎，黄永生怎么没有来，哪是你的娘舅了，真是生生为是他的娘舅啊。哎，有林氏娘舅，刚刚北宋老师等我两个人唱自操独行，阿拉娘舅不是讲娘舞唱吗？哦，我娘舅刚好做啊，啊，做娘舅像娘舅样子啊。那么哪能呢？我们弄啊唱一段一，唱一段，唱一段啥？哎，唱一段得娘舅得嘎个。哦，好，那么我来唱一段二当三位当送娘舅服，好吧？哦，领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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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叫天不条门路条条都走。叫不是亲来也是亲，我们俺做了苦力子，那就听个娘舅的啦。叫几十年我的陈家屋里有，这个亲戚朋友好像出龙门阵。到年初三今朝头，我外甥到我娘舅家中把丁头，我是高头把马骑一匹的，后头还有四龙阵。我头上帽子金立的，皮鞍草出在顶，我前头要用小布袋，这个后头要用十路人。迎来到娘舅，俺姑娘早有四重七宝锁。你娘舅听见俺声道，有个人人人开大门，我就听到老百姓听，表兄表弟听是来送香米。就骂个听见俺声道，你厨房摆酒里等等这个排起了，么子罗菜一烧酒叫吃啦吃啦听啦听。娘舅过来烧烧酒，这个舅妈过来结婚亲，吃酒吃到半中午。你表兄弟要陪我们打打头子三三岁，我知道我们出门里打不想问这个舅妈亲戚忙里，开口恩是家一把，这俺三俺侬用个一头两年不要紧，不要利息，只要个分外分。当初能把人家亲戚来要好，只想不到我们十年又变了心，至今是我的人家家中落，我再想到我们娘舅家中家不明。是啊，我有啥高头木，后头没四重灯。我头上帽子开花顶，金布衣裳三层层，有个地方七重五，这个五个地方牛零零叫地头没挑布袋，这个后头没十路人。迎来到娘舅，俺姑娘还有旁人的起包听。哎，你娘舅听清俺三道，
你都用命帮帮关东门长头腰上十几根这个石头墙到大不停，小弟们不能走，我只能走门。阿门进了个地得等草浪为我自家人这个老韭菜，不当老来得当人，不离家奴隶，那么吃顿肥的顶。我了提起家奴隶，你舅妈妈立刻发福神。看不到老板身上不当几十个母爱人，表兄侬我敢出门，表弟侬个门上来来家门，姑叔因我家不拉十二号门，只是看么租金实在穷不得，我是金山的姊妹超生，自费到不提起出毛，只出个王子出个比钱人，我心里越想越是气笑，恨不得立刻回转门，东门出来西呀停不停，吹上龙龙金牛腿，立刻送到金家门外不你表妹，金姐儿。在这次沪剧父子版演出的晚会上还有一个亮点，那就是当时一批年轻的沪剧演员也在舞台上大展身手。当时正走红的孙徐春就表演了一段苏明读信，青年演员吴美颖也演唱了小爱琴老师的经典曲目，选自星星之火中的我有冤啊我有愁唱段。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欣赏一下。苏明，苏明，你浪荡十月，是今天霹雳大的大浪，城市黄昏。心奔迎，希望在我梦跨惊醒。你风度披披为家门，我等你把地里家和当手，生涯里久久和侬靠门生。等你回来东京去，因为你才到口吃狼子兵，左等右等不及你回来，我总的好日梦游人。那一天大怪在钢笔子都是坐在柳子营，想起了神的王昏，我俩并来看钢琴，就加上滴滴的音歌，我的心是那海的水把云唱响，未来的新生活地面云风说不定，爱情是滔滔江水绵绵长，酿成的美酒香诱人，从此亲人上上去上海，黄昏相待我的心，一本小说两人读，一支歌曲两人吟，月牙并肩散步去，一路上洒下人上人，此情此景我难忘记，恰是那姑娘一云不踪影，茫然走上回家路，初见身影一里影，还是那只落长衣，还是那只愁思定，还有对情侣在相依走，还有对儿女在挑子奔，一朝的离真心凄凄，此情你的孤客闹盈盈，几人欢笑我心事，回忆的你苦万分，可怜我身边没有侬，人人想掉一个人，我儿子身上挂你的不离几难回家门，心望早一阵空忙，家徒四壁一浪轻轻，空地的凄凉凉，孤单单独零零，我爱过的宿命在哪里，在哪里，你生命的孤身无知心，我们山下靠门生，你是亲人为主门，我心匆忙啊心匆匆，人宿命想不到红为小子拼结果也
问看却是心事只会两眼昏，我比你是九零星分才可以在四个岁分分，农民一岁有爱虽然个臭名要背一声，从此我是人为就白起低声下起来做人，而况为生有人一朝分离痛苦生，第一次娘胎一走来孩子长大要遇上亲，我的这是怎样故事里讲的让人累，为啥你要去为啥你要跟我一起，为啥生我找我我为啥爱人生人夫妻用高粱转真正的平夜不见宿命啊，与其两人同生说倒不是有一点小毛病，这天下是比的几代亲，谁说我有神经病，我女儿病重来了去，为别人他病他们需打工的，苦力他身为重病遭着打，小小你气伤在身，杨女士，你的女儿究竟为何来杀死杀死我女儿，是东亚女，舍得我会同意这是我女
女儿就是分呀你，也有他也有你，三人生死不老穷，兄弟姐妹气不过，怕在表演大牌道里兵，东洋人态度太傲慢，凡是工人为上人，没识体谅不认错，把代表差事出厂门，工人们气愤冲天，只要组织工会罢工的，武功生死多浩大，帝国之你心在心，真啊功劳是阴谋诡计多对狠多心，真是工人不争功，血流收场霹雳心，流氓把我当自己，东洋人家义务将东台对面，要我被我共产党，要我跌倒还把爱好人，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不哭，有心啊我几块洋币买到我杨慧英，先生们替你们把道理听一听，我们为啥被欺凌，东洋人自己不支持，我不就晓得养他们，谁说把能把他留这边说啥
有美丽大东姑姑心，这什么只要我们跟上好姑姑可以出家门啊，门女她去组成一切东西商量的，答应赔偿三百块钱同时安置两个人，我两人老夫妻是称公本名字，他与推官走几句，村长啊，假如内中无阴谋，他为何要马通女衙门，假如他敌人害人命，又为何要赔偿三百等十九，这真是三百无人三百两，眼睛亮来心生明，人有真是无希望，只有上岸高到天际，走下三百块钱最远苦苦可以出家门，听说高等举动，听说能为百姓民得便利，一时人生两天地，此时公道爱平民，所以说再来求你老人家啊，为我来去把个事，求天公大度，让冤屈能化解，听说啊再贵你生生求，听说啊为民最贵求，听说啊你能高就与明年继续证明我们为马听说。
有情的，他是一个孤单汉，不依比我是孤伤，我俩刚得头感情好，两厢情愿配人上，谁知他又来勾引我，陪我去的他，他的怀恨在心上。第一天有人来告诉我，失神失意已经把情在性命上。第三日，他就派人把我到此地，像今天一样开始了。俺是我过头人不规矩，把祖先的门风再把关。生活人已经为家规定要出家不轻放，还要把我留下来之中，将子龙打在那个我身上。西村又到后村里，当中西部我手上有个鸡我吐在吐，有个背后秋我刚，当时我为感激他，总算为人把我性命放。谁知他造成不良心，就在当天的夜里向，见我屋里没人，偷偷走进我房里向，苦苦地来哀求我，吐老子我不轻放。我是一个女流悲伤就难的死者的，我把这乌龙高声喊，我说真是狠心啊，将我两手打得金龙迷糊死了我死里向。他二姑嫂你搞啊，二姑嫂你搞啊，搞啊，他就这样接我了。我亲妈身体挨了那一身啊，我是委屈二十年了，我只想是往里躺，侬还是我还不算数，还要爱我小姑娘。原来姑娘为啥不正当，正当婚姻为啥不能成夫妻？侬要不结不亲，把侬自家强干没事。弄了七年不继续弄正样一个文艺王，就像咱们为了每天的听众想听把道理。其实今天听到的那么多的经典曲目，到现在还广为流传，经久不衰。我想这也是沪剧独特魅力的体现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和关注沪剧，相信沪剧还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和发展前景。那在下期节目中，我们还会播送更多